来，我们把自己收回来，我们用体会身体来收回来，让身体带着你走，走到哪里都不重要。也就好像我们把头脑交给身体，落在身体，哪里在动？呼吸动，我也知道。哪里有气在动？脏、痒，我都知道。我轻轻松松的把注意摆到身体，让身体来导游我。他想带我去哪里，我就跟着去。也就是好像风景一样的，身体的风景带着想跟我分享。假如身体有没有光，什么颜色，我都可以体会到。有什么气流、气动，我也可以体会到，我也不在意，也不需要刻意去找它。哪里有痛、胀，我也都知道。你发现这身体好丰富哦，感受啊，气流啊，光啊，声音也好，好丰富哦。过去好像没有注意到它，你光在里面导游都导游不完了，为什么还要到外面去找？可能找到什么？有些人会突然看到里面的内脏、心脏啊、肺部啊、肝啊，全部都可以看出来。有些人就也不管那么多，最多只是一个能量的气动，也不要去太认真。有些朋友可能看到光，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颜色。也有人什么都看不到，也无所谓，最多只是好像一个感受，或是一个注意，这样也好啊，都不重要。
你的身体等了你好久，好多年哦。你平常把它当做一个工具，最多只是帮你建立你自己的形象，对你自己的要求的形象，头发梳的什么样子啊，脸干不干净，身体香不香，穿什么衣服，其实你可能没有爱护它，从来没有对它有个感恩，认为是。理所当然嘛，他来了就是你要利用，甚至还可能把它当做个负担，还可能要把它解散，要把它消逝，要把他的生命搞一个段落，好可惜啊！还可能虐待他，他做了什么错？这个身体跟你一起生出来。走到今天，承担了数不完的压力。最听话、最忠厚，你随时用它都在，而我们从来没有肯定它过它，没有做一个感恩的功课，没有对它做个顶礼，你看是不是不可思议？从来没有放过它。他出问题的时候还要去处理掉他，认为最多他只是带来一个威胁，不出事最好。这是我们一般都看的身体，不出事最好，出事了马上要处理，而忘记了他其实离不开我们最高的一个成分。一个身份，一个整体，你看，我们用头脑，整天都在虐待他，在指挥到他，而他透过灵感，是有时候想跟我们反映危险、不舒服，我们还要去压抑他，质疑。要盖住它，不晓得从聪明智慧的角度，它远远更高的聪明，更深的智慧。我们头脑想不到的东西，它老早已经清楚了。它有一层的意识，是我们头脑想不出来的。它有一个全面的意识。看可不可以彻底落在身体？有什么念头交给身体，看它怎么处理。身体会不会重视念头？还是从身体的层面来看，没有一个念头重要。任何念头是多余的，是来制约自己的，所以对身体他才不管呢。你只不要伤害他、干涉他，他好好的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到洗手间就去洗手间。想用餐就用餐，什么没有事。它跟其他的动物、众生一样的，吃饱了就休息嘛。假真正生命没有了，也就走掉嘛，没有事啊，什么事都没有啊。太阳出来，它想去晒太阳啊，想睡觉啊，想休息啊，哪里有什么事？哪里还有时间、有空档要去伤害别人，
要去窝囊，窝囊自己，窝囊别人，要去完成什么业务，哪里有那么复杂？对我们身体一样样都简单，简单明了。一句话讲完了，没有了，没有说这还有第二个层面、第三层面、第四个层面。全部都是当下，没有其他的哪里，其他哪里它就变成当下，当下，当下，样样都简化。懂了这些，你也可以让它放出来光，而且这光比这个世界还更大的光，它的力量跟个太阳一样，甚至比太阳还大。它的气可以通到天地，哪里都是它。它的意识是无限大，它的场。是比这个宇宙还大，只是你不知道，还要制约到它，限制到它。它的圆满是比你头脑可以想象的更大。它的合一老早完成了，没有再有什么东西还需要合一，它老早在合一。它的状态就是合一，你还有什么东西交不出来，交不出来给这身体？就把这个身体当做你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当做。你跟宇宙要想插对头的那个头，透过这身体，随时可以插对头，可以接上轨，接对头，跟宇宙、跟生命老早合一了。你不用再加一个层面，不要需要用练习盘腿、气功、瑜伽、呼吸等数不完的。虐待他的练习，最多你只需要放过他，把头脑交给他，颠倒过来，把天呢，头脑交给身体，也就是交给心，一样的意思。让这个身体，让这心带着你走，试试看，没有事了，把全部事消失掉了。化解掉了，走出来，我们在神圣的你里面所讲的神圣的一条路，神圣的生命，老早就是他在走的，只是你不知道，你把他带走，带到你的人间小小的范围。透过这身体，随时把局限跟无限大的。相对跟绝对有跟在的交汇点、交叉点找回来，透过这个身体，就是自然进到绝对，自然进到一体，滑到心，什么都没有做，自然让他活出他自己，因为他就在一体，他就在绝对，只是你不知道。你非要用头脑去虐待他，去压他，所以才有那么多痛苦。透过这身体，你老早在大定，你活出大定，只是你不知道，因为你加了另外一个不需要的层面。你老早知道，一切人
知的价值观念，人的特色，人的造出来价值观念，跟他一点都不有关系，一点都不相关。你头脑可以做集体的示意，忘记了，而身体永远会记得，因为它跟潜意识从来没有分手过。他也懒得臣服，懒得参照他自己是谁，他不需要，他就是是他，他知道清清楚楚的。而这个知道不是一透过头脑逻辑的知道，那个是小知道，是个制约的知道。透过这身体，你随时在做觉，只是你不知道，所以你的切入点找的地点全部是错的，是颠倒的，所以才痛苦啊，流浪到今天，全部都是颠倒的。你的是体，身体老早已经知道了，是你不知道，你的小你小我不知道。他也会选到最好的姿势，还不需要结构调整，他已经老早调整过来了，但是你用头脑限制他，所以让他有那么多异常，那么多地方障碍。我们还要投入什么叫做静默放松，结构要一个正确的姿势，透过这些姿势把合一找回来。数不完的功课都是因为你头脑去制约它。接下来还透过时间的陷阱来提醒你，头脑从来没有离开过时间，是你建立的是时空，而跟你的身体一点都不相关。身体懒得管这些事，对身体是无事生非。我还要透过一个作品叫无事生非，打开头脑的东西，还要再搞一个段落，还要带出来一个观念叫短路。短路好像就是说透过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体的短路，让一体来短路我们，来打开挖空我们，来我们身体完全打开，让跟一体接轨，短路一些数不完的现象，透过我们身体可以释放出来。但是从身体什么都没有事啊，本来就是合一的，本来就是跟宇宙短路啊，插对头啊，它本来就是在一个十字路口啊，随时在一个十字路口啊，在当下啊，是我们头脑把它盖住了，所以有那么多话题可谈的，你看可不可笑？甚至对身体也没有一个时空的观念，连个空间的观念都没有，它就是它，它是一切，哪来还有一个空间，还有一个时间的观念？我们头脑搞出来，变出来那么多游戏，那么多画面，那么多制约，数不完的制约，全部是头脑在运作，而跟身体，它不想管那么多，懒得管那么多。看可不可以交出来给身体，终于知道有个身体在等着你，有个心在身体里面在等着你，是在内，在身体，在心，你全部答案都在等着你，倒不是在外面。看心中的光可不可以找回来，心中的绝对，看现在这里可不可以体会到念头的根源，这时候现在当下看可不可以找到，
生命的根源，全部生命能量的根源，不是头脑，是在心出发的。这里现在可不可以体会到？你这里现在体会不到，你下一辈子体会不到，下下一辈子体会不到，因为你的切入点都是错的。你找的是一个东西，你找的是一个念头，是一种感受，是一种体验，是一种画面，全部都不正确。全部挪开，它自然在心中浮出来。你自然发现，透过身体，你可以体会什么叫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。你就是他嘛，不可能不体验到他。最多只是透过念头把它盖住了，缩小了自己的可能，缩小了自己的一切。这时候，假如有大欢喜出来，就放过他嘛。知道这跟这个世界一点都不相关，是他活出他自己，跟你这肉体其实严格讲也不相关，他就是你的本性。大爱，看可不可以体会到，你就是一切，无所不在。你爱最多只是在合一，你本来就是的。所以有什么东西可以不爱？有什么东西不是你自己？大宁静、大平安、大平静，你就是他。接下来你发现，不是从话的层面、念头层面，你可以找到平静。刚刚好是相反，是没有念头，它才会浮出来。没有话，一天可不可以不讲话？不用我，你会感觉很有趣。不用我，你没办法讲话，因为讲话离不开我，小我。看可不可以体会到身心。那有个光，这光已经从我的皮肤露出来，皮肤也挡不住了。就让这个光，让这个爱、这欢喜照明整个宇宙，周边整个这空间，整个宇宙，让它放射出来，把全部过去的历史。不管你是不是罪人，不罪人，全部洗得干干净净，你的痛苦全部洗干，把它丢掉，把它挪开，把它压住、盖住、消失掉。这个光什么都可以烧掉，把过去的全部一切烧得干干净净的。让这个光爆发出来。其实你本来就是他，你忘记了，现在记得了，让他闪出来，让他活出他自己，让这个肉体，让你的头脑再也不当作阻碍了，压不住他了，盖不住他了，放射出来。体会大圆满、大平等，
慢慢的睁开眼睛，看可不可以还继续体会这光，心里面发出来的光，发出来的爱，发出来的宁静，大欢喜，而连这空间已经都挡不住它了，它已经流失到、扩大到每一个角落。透过你的无所不在的意识，到每一个角落，跟这空间不相关了。你睁开眼睛，也可以把它散出去，也可以体会到平等、大平等性。你跟眼前每一个东西、每一件事、每一个人，从来没有分手过。而没有地方可以回去的，你还想回去哪里吗？你在这种状态，你会发现你可以做事，你可以讲话，你可以硬做，而且可以做得特别好，因为 there's nobody home， 没有人在家里面了，这肉体没有主人了，没有人在守住这个家，老子把它丢掉了，放出来了，放过了，诶，他反而可以做得更好。你看，这是一个悖论。你看，可不可以把这个状态带回到你今天，不管到哪一个角落做什么事，甚至连睡觉都可以把它活出来，什么都不用逃避躲避，什么都不需要把它排斥掉，样样来就让它来，走也让它走，跟你好像不太相关，一点都不相关。你知道一切都 OK 了，一切都好， Everything is OK， 没有一件事情不是 OK。 过去了嘛，什么痛不要再去谈了，什么悲伤知道马上放过他，需要做什么做什么，放过他。啊，又一个负面念头，放过他。你知道跟你真正的自己一点都不没有关系，何必再听啊？现在知道了，放过他。看，还可以体会到这光，心中放出来的光，放出来的爱，放出来的宁静。欢喜，大欢喜。这欢喜不是人间的欢喜，是 bliss， 是 ecstasy， 大的喜乐，大的喜乐。人间的任何喜乐是小喜乐，那是靠不住的。而这就是你的状态，你真正的状态，你的本性就是大欢喜，跟眼前碰到的不好事、好事、什么事一点都不相关。所以过去我会讲，眼前在处理悲伤的事，被人家虐待了，眼泪流不完，心中大欢喜，看可不可以体会到这几句话。那这时候有什么东西值得分析、研究、解释、追求、追加、抗议、抵抗、
批评，懒得做吧，懒得去批评吧。假如可以称赞人家，带来充满的阳光，把这一个善意交出来，为什么不做？Why not？为什么带给自己、别人萎缩？Why？仔细想，你自己也想不通。本来就宁静嘛，为什么带来不宁静？这么一来，你发现在每一个角落，眼前的是一个服务人，是个小孩子，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，你都可以把他拥抱起来。你就是跟他接触一秒钟，你充满的爱，充满的光，带给他。Why not？为什么不这样做？你损失了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帮人家打气，其实跟在帮自己打气。你带给人家圆满，其实在圆满自己啊。你在跟人家做肯定，在肯定自己啊。因为你从来没有跟任何东西、任何人分手过。你今天坐捷运走到路上，哪里都可以肯定，而你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。多余的嘛，你最多只在反映你最内心的状态，你还需要别人在肯定你吗？这么一来，你自然变成一个什么？变成我过去所讲的末观者，没有做任何东西，但是带给周边光、爱。宁静、平安，但是你什么都没有做，因为你只在活出你自己啊。假如可以懂这些话，我大恭喜你，没有事了。你发现你已经在帮助这个地球在演化，那么重要的角色哦。最后你发现什么角色也没有，角色还是人制造出来的一个观念。地球也不需要你，但是就是地球不需要你我，我们还是善意的，把我们的爱给他。这么一来，你就彻彻底底的变成一个末观者。什么意思？你什么都没有做，把一个债，透过你的债，你随时都在嘛。你已经给这个地球最高的肯定，而已经在带动一个力量。比你我小小的你我都远远更大，不成比例更大，影响到它的未来，地球的发展，影响到周边的和谐，它的平安，社会上乱，你用这种方法，什么都没有做，你已经影响到周边了。假如有更多人这样子，那不得了，地球已经改变了，脱胎换骨了。这次我会出来，也是这样子。没有这种转变也无所谓嘛，地球本来就会毁灭嘛，过去也毁灭过自己，它本来就是无常嘛，也不用认为自己扮多重要的角色，什么角色都没有，轻轻松松的都够在。最多只是这样子。你看有没有矛盾？当然，听到这还有悖论，头脑还会造出数不完的悖论。但从身体什么悖论都没有，悖论是人制造出来的，他也不需要你。也就常常我说，你在一个，这是个梦，你在梦里面看到一只骆驼。他快饿死掉了，缺水。明明知道是梦，你去喂他嘛？为什么不去喂他？把他养饱，照顾他，关怀他。因为你在关怀他，在关怀自己，真正的自己。你透过这种爱，这种服务，
你最多只在提醒自己，从梦中在提醒自己，你是友善的，你是跟一体从来没有分手过，你只能活出爱，连个梦中都要活出爱，看有没有矛盾。这样子一切就消失了，没有事了，也没有什么话可谈的。你看你这时候有没有体会到大欢喜？你还有话想讲吗？还有东西舍不得不分享吗？你还有事情想完成吗？还有事吗？还有放不过的事情吗？还有过去来痛伤你吗？失落你吗？创伤你吗？还有吗？有一天，因为我快速的扫描过去，好多作品叫你跟不上，但是有一天你会回头看，这也会过去，读书会也会结束，一切都是无常嘛。在这个经过，我造出，因为这个步调快，我们周边的伙伴的朋友不见得理解，所以造成很多对他们一些困境，要配合，特别要来不及，所以很多对立，今天才会做这个读书会，带着大家做解释，但有一天也会搞一个段落，那也可能接下来你还是会错过，会回到生活种种的角落，种种的任务想完成，也把这个忘记了。这我认为是最可惜，但是也是难免，人就是这样子嘛，人生也就这样子。但是，假如你这些话可以听进去，你真正会认为，会彻底的认为，这一生最大的一堂功课已经交给你了。从全部这些作品，其实你都可以找到答案，都可以对照你现在的状态，你的理解的程度。但是，假如你选择错过，也不要太在意，因为总是有下一辈子嘛，下下一辈子，谁晓得千万然后辈子再一次一次回来，总是来得及下一个基础。这是早晚的问题，所以也不要那么在意。但是，假如你现在成熟，真正的成熟，那你发现全部答案已经牢着在心中了。你这一生可能搞一个段落，但是真正可不可以搞一个段落，也不要那么去在意，不在你手里面。
最多只是往前走，走到哪里，我再三的提醒不重要。现在，假如你可以体会到一点大欢喜，最多也只是这样子，也不要去追求，也不要去连续它、永续它，这都不重要。它本身就是你的本质，你的一切。就是你，所以也不用去找他。最多，我是希望，假如你尝到了这一点，知道你在这人间是找不到的，只有从内心让他浮出来，才可以完成这一生的最大一个功课。而我必须要讲，大家的切入点到现在今天这里，都还是错的。你看，我带着大家这几分钟不讲话，沉默，相当难过啊！对好多朋友相当难过，因为你没有一秒钟没有在想，所以我突然现在不讲话，对很多朋友是大享受、大欢喜，跟着我一起；但也有些朋友不知道要怎么办，时间好像哎。东想西想，所以讲它简单，也就是那么简单；难，也就是那么难。因为我们彻底被洗脑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你被洗脑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在一个框架内，这框架就是你的人生，你怎么可能会知道？你不知道啊，就是不知道，才走到今天。很多朋友提到 Kundalini，就好像一个火，从这个脊椎或哪里上，都在讲这个脉轮打开，这里那里，全部都不重要。其实刚刚，假如你体会到欢喜，大欢喜，它本身是 Kundalini 打开的，是 Kundalini 走到一个无限大的范围，全部脉轮是开的。所以没有什么东西重要，我们的切入点都是错的，是从外在，从一个身体哪一个部位在找真实，是不可能的。你看，你可不可以透过这几秒钟、几分钟，好珍惜它，跟宇宙做个合一，跟你真正的自己，等着你的老师、上师、神
跟他合一，完全诚恳的跟他合一。你本来就是合一的，只是你不晓得，忘记了。看可不可以把它带回到心中，完全做个合一。接下来是念头吗？跟你不相关。但是有什么？但是，什么都不要去管。你是无所不在的，你只是不知道忘记了。你是这个宇宙带来的最宝贵、最珍惜的礼物。You are the gift, the most precious gift, 最珍惜的礼物。你不是一个小小的我，小小的你。孤独，活出这一辈子都是悲伤、创伤，不是，这不是你真正的你。这些已经过去了，老早过去了，不要再把它带回来。你是无所不在的，你就是神，神就是你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。他就是在你心中随时带着你走，你忘记了，你是他延伸出来的。看可不可以彻底体会到这几句话，不要去解释，不要去分析。最多只是享受，在这里做一个肯定，最高的定理就是享受，享受它，享受自己，真正的自己，爱真正的自己，他在等着你，想关怀你都来不及，想帮你拥抱起来，想保护你，想带你走出来都来不及，他等了你好久。接下来一切都会 OK。碰到什么事情，都提醒自己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一切都刚刚好。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ay. Everything is okay. Everything was okay. 全部过去都 OK， 还没来的东西都 OK。相信宇宙，相信这生命，交给它，交给身体。就是交给这个宇宙，身体从来没有离开过宇宙，只是你不知道。再什么困难，一切都会刚刚好，都是刚刚好。
假如你还需要祈祷的话，最多只是求自己，神就是自己，帮助你接受一切，帮助你忍耐一切，帮助你找到力量，可以度过一切，克服一切。帮助你找回自己，不要忘记自己，这是最高的、最诚恳的祷告。未来的佛，弥勒佛，未来的基督 Christ， 你就是他们，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你，等着你，等着你有一天成熟，可以跟他们并起来，这是未来人的唯一的一条路。假如我们成熟，可能还活在这肉体，就可以做到这工程。没有的话，可能100年、1000年、10000年，这是早晚的，没有第二条路，因为这个世界不存在，一切是虚的，只有一个真实，就是他，就是一体，就是我们的佛性，基督，大爱，没有第二个体。这时候跟我一起讲出来也可以，没有讲出来可以在心里面两个字讲谢谢 ，Thank you， 谢谢自己，真正的自己，心中的上师，一体在等着你，跟他做个最高的一个顶礼，跟他说谢谢。就这样子，今天到这里。